秀一下。其实最后的话，当然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大乐透的这个网站上，它号码哈、就是这几个号码10、39啦、48啊，一直到35。那特别号的话呢是27。那么按照顺序的话，它就是10、31、35、36啊、39、48。那如果说我要抓取的话，当然我先秀一下，如果城市的前四行，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标准，因为前四行基本上就跟前面的写过都一样。那这几行包含怎么样？第一个是你要 import 这个 request， 第二个的话 import 这个 bs， 然后这个 from bs 就先 import 这个 bs， 然后里面的话它有个方法叫做 builder sub， 主要是利用这一个builder sub， 利用 builder sub 这个 builder sub 里面的一个。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把什么 request 抓到这个网站里面的原始码丢给他，然后他用 HTML 的这个 parser 去分析呢你这个网页里面的结构。OK 所以这前面四行基本上理论上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再来就是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那因为执行的话，你会发现开出的顺序刚刚好，就是我把网络上的东西抓下来，有没有？那怎么样？当然，我这怎么抓下来其实理论上它有个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后你要照类似的模式，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东西抓下来。那我讲过了，基本上目前大概还是用两个方法就够了，一个是 find， 一个是 find all。OK， 如果是一个就用 find 如果多个用 find all 了 OK。不过看起来这个一定要用 find all 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它不止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大乐透的这个位置，你当然你可以选取其中一个比如说这个啦，当然或者你直接按右键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上方按右键也 OK 然后检查一下，它会跳出什么？跳出一个视窗，因为这太大了，把它挡到了。我的习惯讲，干脆这个3点有没有？看要停在右边的话，变成怎么样？它把那个原来画面挡，我干脆停在下面 ，Back to Button 就可以了。OK， 把它。移到下面好了，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遮到了。OK， 那因为呢，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的解析度设的比较低一点，所以画面其实没办法容纳太多。那未来当然你们画面其实可以自己再调配一下。那首先的话呢，一样，不过我要重新按右键检查一下。那你会发现呢，它这个地方会跟你讲说，你这个位置有没有？你如果游标停在这一块有没有？它就告诉你用那个阴影的方式告诉你，你现在选的就这一块，所以这个城市就对应到这里了。那可是问题，我不要抓这个，我要抓下面这个，所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再把什么，把这个游标再往下，它的位置有没有？这个 div 的话呢，就是这个底下的球的话放哪里？然后你可以发现它这个球就放在 div 里面的一个 class 叫什么？这个 ball 然后 tx， 然后呢叫 blue yellow OK 可是问题来了，这边里面可能一堆不止这些是 blue， 而且你会发现每个都 blue， 因为每个都是 yellow 的ball 有没有黄球嘛？所以你会发现这底下这些都是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它的 class 是 ball red 有没有？那只有最后一个不是其他的话，但问题来了，它这一个区块一整个区块它 div class 叫什么 content box 02。可是问题你往上再追一下，你会发现content box 02一般我的习惯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你要确认说有没有重复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class 点2下 Ctrl C， 然后再 Ctrl F。Ctrl F 的话意思是说寻找，那下方会跳出一个寻找，那你会发现这边底下会告诉你说几个 match 总共有4个 match， 意思就是说你这一个 class 如果将来要抓的话假如说你抓的话可能不会只有抓到这个区块别的区块也叫这个名称，所以你可能会抓到别的区块，怎么去知道那我的习惯上你可以透过这个往上往下，往上的话呢是找到这个的上一个，现在是大乐透对，那大乐透上一个上一个这一块，这个也是再上往上再往上。这个威力彩，然后再来什么？其实这几个区块，威力彩按右键检查一下。威力彩原来威力彩这一个区块也叫 contents 底线 box 02，哎，对吗？这个区块呢，按右键检查，哎，这个往上，这个区哦，这个区块也是啦，有没有？所以理论上哦，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是第一个区块，这个是第二个区块，这第三，这第四，第五，第六，好，所以呢哈。 如果我们要抓的话，那因为很多个，它刚好在排在第几个呢？排在1、2、3，它排第三个。所以呢，我们有个方法，我们可以用 find all， 有没有？然后呢 ，find all 它会给你很多个，那我只抓到排第三个，就是中括弧2就可以了，因为编号从0开始。所以呢，第一个哈、哦，我如果要把这个大乐透取到的话，那很简单，我只要怎么这四行加上去之后的话。 再来利用这个 SP 做什么呢？用 find all 什么呢 ？div 有没有 content 啊、这个 contents box 02。但问题呢 ，find all 的话呢，它可能会不只找到一个，它会找到很多个。那如果我只要那一个的话，那很简单嘛。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了，就是哦，你可以在这个底下，如果把它 print up 这个底下我先不要 show 了，我先把它注解掉啊。 那我可以怎么样？如果我要只要找到，哎，第几个？我这边把它里面的资料哈、哦、print， 比如说我现在 print 出来的话，里面哈、哦，我可以在几个方法，也许这个 data 我丢给 data 1的话，那如果我 data 1后面加个中括弧，如果把它输入0的话，那意思应该会是威力彩的资料。我看一下威力彩，哎，有没有？这个开出来18。 11、26，我看一下，应该是18、11、26，哎，威力彩有没有？那如果是我今天呢？假如说呢，我这边把它改成什么？因为它这个 data 1的话，一定是一个串列，因为好几个嘛，对吧？哦，那如果今天大概输入的是1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如果输入1的话，那号码的话，应该会是没有意外的话，18、11、26，18、11，应该是这个区块，乐和彩。 哎，那大乐透在哪里？刚好就对嘛，中括弧有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如果假设啊，你把它改成2的话，那理论上应该哦 ，print 出来看一下，哎，这个是不是大乐透的？哎，有没有10、39、48，10、39、48？哎，没错啊，最后那个特别号的话呢是27，哎，没错。所以理论上啊、哦，点 test 这样已经有一个我们要的资料了。但是问题啊、哦，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要把它分开来的话，哎，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哈，前面的6个号码把它放一排，后面6个号码也放一行，然后呢最后一个独立放的话，那我可以什么？直接拿这个来做事情就可以了哈。把这个东西后面再做一些事，做什么事呢？底下哈，后面的话其实当然，你可以自己再看什么方式来完成会比较简单。那我这边主要哈。 哎，就是底下的话，大陆就是拿刚刚的 data 2怎么样，再去 find all 什么 div ball tx 有没有？然后这个 ball yellow 其实就叫什么？因为我要找的是这个号码这些有没有？按右键检查一下，哎，它的那个 class 的名称叫这个，所以我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那你会发现呢，叫这个框框里面的嘛 div 里面。 总共就有12个号， 12个是这一个，啊，最后再找一个 ball rate 就可以找到27了啊。所以呢，基本上的话，我就把这些全部找到，有没有？放啊，这个的话就刚刚复制把它贴上就可以了。那全部找到之后的话呢，那开奖顺序哦，我就怎么样了 ？print 先 print 一个开奖顺序，那后面的话呢就串什么？因为我前面的号码应该是从，因为它这个如果把这些全部找到的话。 然后把它 print 出来。理论上的话呢，这个 data 2哈、哦、里面的这个资料哈、哦，应该就是什么？总共应该就是12个啊，那、哦、么这个，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test。理论上的话就是那个12颗球啦。哦。啊，前面的话呢是按照顺序，哎 ，div 啊这里面啊，没有这个是一个串列哈、哦，所以这个。 那如果我今天0的话，所以可能要跑个回圈了哈。那这个应该第一个球就10，没问题哈。啊，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把这个全部取出来的话，那我底下啊就可以开奖顺序。那分别的话，我怎么做呢？底下哦，我就分别呢，先让它 print 什么？从抓的话是抓从0开始，那理论上的话到哪一个呢？到5嘛，所以我就到6停下来，所以0到5就6个号码 ，OK 啊，就开出顺序，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换行，然后大小顺序的话呢，再把后面的球，因为总共12颗嘛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从第6再到最后一个，然后分别把它 print 出来啊，最后再抓什么？再 find 从这个 data 一里面啊去抓到那个大露台里面，对吧？其实只有一个啦，所以我就用 find 就可以了。那把这个红球的部分把它抓出来，然后并且把它放到第2区里面啊，把它执行，得到的结果呢，哎，就会是我们要的。OK 啊，所以啊，如果我今天希望哈看到的结果长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做啊？那请各位试试看哦。这个我对应到的程式啊，在云端白板的第几个部分呢？特别重要，我是第4页哈，上面这一段程式是威力彩的哦，好，这一段是威力彩的。那下面这一段呢，才是大乐透的。OK 哈，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画面呢，再还给各位哈。